托台中将结束的二零一八金钟杯抢修亚球赛，屏东县高速乡高泰国中亚球赛，就托六十二个村当中竞标，今年并入前八强，将本人淘汰。第二个成绩就是亚托屏东北片，他中下亚球赛成立九年多前，真好的成绩，全国时阵都知道当光荣。球员在球场上训练输皮同传球，一个以年初面同客家肢体为主的棒球队，因为学校的无棒球的场地，一直以来只能利用操场来练球，但一旦靠全队个各个士气，竟然单一批金两比抢收棒赛的前八强。打得也不错啊，大家都团结一心，想要拿下胜利。改变基本动作，然后受伤的机会比较低。有的特色的训练同国土的团队精神，国泰国中棒球队展现强烈的求胜意志。不过无专属棒球场的问题，更加学校的只能等待相关单位传出人数来听数。非常非常的辛苦，因为我们号称是一个没有球场的青少棒队。如果有的话，应该会表现得更好。希望有关单位可以赞助我们，谢谢。交付给我们的队长。希望在这一次的比赛有非常优异的成绩。暑期仪式结束，国泰国中棒球队马上要出发到台东参加逢一比棒球精英赛，希望透过比赛累积更多的对战经验。另外，国书雄公所也已经签到一块公有地，预算明年正经完成过后，陆续的提供学校的作为专用的棒球场。客家新闻陈文廉屏东报道。